使用洗手间时，请勿将杂物丢进便池内。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，公安部门正重新进行严禁在动车组内吸烟，因为动车组内吸烟和触发烟雾弹导致紧急停车。如果由于吸烟造成严重后果时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感谢您的配合。Thank you.
其实特别特别讨厌。睡眠吧，我得咗，咁样就唔得，咁人虚得唔得噶？2点钟瞓得唔得？
大鱼的时候，又打鱼了。你给我打鱼了。
水啊，有啊，冇水，啲水就係西咗，真係貴。
行到廣州嗰啲咧，好熟。所以老人，你这个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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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的刀在这边，你不能停了。我要走的，我这边走的状态，你看啦，都是这样，都是发啦，其实你走得好。我看到一个很高，第一就是红彩那个，而且又下去玩了。你玩翻那个床了吗？啊，我们也看到这个床了，床了吗？床了吗？